你记不记得水母有一个搭档？记得，判官组和二号杀手，代号木鱼。木鱼本人当时就想磕头，他们只知道木鱼的名号，可是不知道木鱼有多厉害。 他跟水母搭档10年，就算破解了情报，可信吗？水母组的风格你比我们更清楚吧？如果现在你不帮我，我都不知道该去救谁。你认为一帮生手真的能打过水母组吗？我信的，我不拿枪，只保护，不杀人。马上行动。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。 我们的埋伏一定要隐匿，要暗。要远。你不是不愿意开枪吗？我来。顾延成，求求你放我来！小心点！每一个善良的人，都应该生活在阳光底下，包括你。等一下。 苏教官，我拿起枪，不为杀人，只为救人。